对啊，我就想说完蛋了，那这一段时间就是他的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这段时间，他以孩子为重，对，使命是这样，对啊，所以老公就不用也没有关系。那在恋爱的态度上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先认识久一点再交往，感觉对了马上处理。先认识再久一点，那个久一点，久一点吧，因为你的前任是。很快嘛，一个月。很快，没错。一个月不到。就像刚刚那个情节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是真的故事，真的故事。到后面去吹蘑菇，那个也是真实的事情，对。因为有那个蘑菇，然后呢，他真的走了之后，他就真的怀孕了。啊，他们在一起不到一个月，对，然后就发现，哎，我们分手了，但是问题我怀孕了。没错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哈，就是不要太着急的，就是感觉对了就赶快交往，还是认识久一点会比较好的原因呢？因为我之前的男朋友都是追我很久，我才答应的，然后才会有感情嘛，就是有人真的很爱很爱，然后就是那种我过的是那种深层游戏的。Markio 是因为他身边需要爱他的人，马妈妈离开了，对，所以他觉得啊，好吧，我需要一个男人。也是可以 ，keep me dry， 对 ，keep me safe， 迅速的就结婚了。没错，因为第一个是我自己想要有小孩哦，但是对象是随便都可以哦，只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我的蘑菇真的就是死掉的时候，就他在我旁边的那一个人是刚好是他，对，然后就才在一起。然后我是觉得说，但是能重来的话。我觉得一定要就是要交，就是相处久一点点，久一点啦。对呀，打电话过去跟他讲说，哎，我怀孕了，他傻眼。他没有哎，他很淡定，直接问你说谁？是谁的？我才怀疑是谁的嘞，还要想一下。对啊，我就想说完蛋了，那这一段时间就是他的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这段时间，因为前一阵才去男模会过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想说哪一个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选项。如果能重来的话，你会选择和什么样子的人交往？年纪小的小弟弟。年纪大的大哥哥，年纪大的大哥哥，大哥哥。如果要重新可以选的话，对，因为呢，我之前那个就是小我三岁，但是我还好啊，三岁其实蛮多的，真的。我出道到35岁之前都是喜欢大哥哥，一直都是喜欢大哥哥，年纪比你大一些。对，到35岁左右，我就觉得哎，弟弟也不错，因为我觉得弟弟是那种体力再加上热情跟那个浪漫或者是比较冲，后来发现那是都是假的，或者是看连续剧，那个都是电影的台词，都是短暂的，对，短暂的，对，没错。但是我还是就后来你也没顾了。你别顾你，就是要坚持不了久。对，但是我后来还是觉得说年纪大的比较好，所以呢，我之后还是会选年纪大的。哎，金钱方面，我们的蘑菇是往生的，真的耶！对耶！没有啦，他就准备等一下马上就要演的下一趴的戏。哦，还有下一趴？对对对，最后一个离婚的。好，哎，薪水小偷找到了，找到找。对对吼，然后怎么都不出声音啊？大哥哥还是比较有经验啊，因为小弟弟会觉得说很小的事情就会觉得哈这样子哦，哈这样子会没有，就是宪哥讲那句青春无敌，但经验无加。对，如果能重来，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你会选择？即使有冲突，也要沟通磨合，还是为爱改变自己？沟通，沟通哦，还是要沟通，要沟通。因为我之前失败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为了他而改变自己的个性。因为我之前的个性是比较直接，然后呢，可以冲突都没有关系。可是呢。这一个人就是完全就像刚刚汉典消失那么久一样的感觉，找不到，找不到人，对，叫蘑菇在哪里？很糟糕，很糟。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婚姻这个东西，很多人呢都是忍耐。你改变了自己之后，你会越来越不快乐。我会觉得说，一直受委屈，或者是受，就是那些假如说不见不接电话，一直要忍耐这个，你不好沟通。跟你沟通，你有点困难。你跟你沟通是极端困难的，真的吗？对，
难怪他会消失，因为没办法沟通。马可从小我就认识他，对，出道第一天就认识，真的哈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没有改变，他一样是那个马可，内心世界，只是现在变成有小孩，对，他有他新的人生，嗯，你必须改变你自己，才有机会改变你自己的人生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是有小孩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因为人会觉得说，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地球上？为什么会过这种人生？可是我有了小孩之后，我就看着他，就觉得说啊，我是因为要生了你，我才来到这个地球。哦，感觉对，哦，就变成以孩子为重，对，使命是这样，所以老公就不用也没有关系。OK，